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。澳门将打造内涵和元素更加丰富的综合旅游休闲业，致力拓展内地、香港、台湾地区及国际客源市场。透过旅游加跨界融合，促进旅游休闲业多元发展。确保博彩业依法健康发展，与大湾区以及深合区城市深化区域旅游融合。经济适度多元，无限未来，携手共创。